TRI 金融中心一共占地455亩，是属于大吉隆坡计划之下的一个经济特区。它距离吉隆坡的现在的地标双子塔只是仅仅的2公里。TRX 呢，拥有吉隆坡唯一的双 MRT 地铁站，它可以让乘客们很轻松到达吉隆坡70多个不同的地方，其中包括了吉隆坡双子塔、118高塔、未来的大马城，还有我们的购物城区百威年。TRX 不单拥有吉隆坡最高的106交易大楼，也拥有10英亩的主题公园，将会与美国芝加哥千禧公园和日本 Osaka Number Park 齐名。TRX 有13栋跨国金融企业总部将林立于此，也造就了50万个工作机会和45000人左右的白领阶级。联石集团 Lendlease 打造的 TRX 居住与生活区域里有教育、健康、医疗、养生等等各种设备，给人们带来新的都市生活体验。TRX Residences 也是吉隆坡唯一一个允许以 TRX 冠名的住宅项目。生活的便利、便捷的交通、安全的保安设施以及丰富的公共设施是选择公寓的几个主要条件。TRX Residences 是 KLCC 继双子塔下的阳光公园之后首个全新打造城中空中公园，占地65亩，体验居住在繁华的都市，同时还环抱着大自然的怀抱。在公寓设施分别在第8层、第29到31层，给您与家人不管晴天或雨天都可以进行室内或室外的休闲活动。 TRX Residence 呢，拥有1房到3房的户型设计。那我现在所在的呢，就是一个套内面积79平米的户型，整个户型呢都是精装修，有齐全的设备，其中包括 Snedro 的橱柜，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顶尖品牌，还有 Smego 的电器，比如电磁炉、微波炉和抽风机设备，这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一个顶尖品牌。至于浴室，不管是马桶、洗脸盆还是花洒龙头，都采用的是科勒的品牌。这里还设有通风设备，以保证空气流通，以及还有烟雾警报器，以确保安全的居住。如此一来，你只要买上你心仪的家具和装饰品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安心的直接入住了。每一座城市可以有多个中心区域，但是只有一个金融中心。放眼全球，每一座伟大的城市都有一条金融街，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永远都是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。如果过去的您错过了纽约曼哈顿华尔街、伦敦金融城以及北京金融街，那您这次绝对不要错过我们的 TRX 吉隆坡金融中心。预知更多详情，欢迎联系我们。